麦克风声音听得到吗？会不会太小？有点小。这样呢？这样呢？这样 OK 吗？声音这样 OK 吗 ？Hello Hello Hello， 声音这样 OK 吗？可以。确定清楚哈？为什么我又看到刚刚看到的名字？班怎么来的这么少？才39个、40个，休课人数好像应该会有将近80个吧，大概一半还没出现。
52个，还要再等一下吗？还是第一周？现在还是第一周哦，应该没有人去实体教室哦。今天我应该不会上满啦，然后今天就先做个简介，因为第一周加退选周以前啊，都变数还很大哦。该来都来了吗？这应该是你们大多数的同学第一次接触语言学概论的课程。那这门课其实就是基本上你要修，将来你要修任何跟语言相关的课程。诶，我的声音如果太小，记得告诉我，你要在留言还是举手告诉我都可以。对啊，因为我刚刚稍微换了麦克风，所以我不确认，不确定。但我听到是 OK 的啦，所以应该是 OK 的。OK， 所以我刚刚说到，这是你们大多数的同学第一次接触语言学，然后语言学这门课是很基础的课程啦，但是对于你将来要修一些进阶的课程，它其实都是还蛮重要的。不管如果你你们才大二，等到你们大三、大四，你们可能有机会去看一下。一些研究所它的 program 齁，那你就会发现好像语言学概论对于很多只要是语言相关的课程它都是必修的课程。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嘛，就是如果不管你将来可能做任何英文啊，然后法文啊、德文啊，任何跟语言相关的工作，或者是你去学哪一个领域，那基本上你都应该要对语言的架构、语言的结构过程有一些很基本的了解啦，尤其你们是英文系的嘛，那文学课你们可能会知道很多文学的脉络啊，一些历史之类的。然后，但是在语言学这门课，其实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英文的部分，齁，但它不会教你发音，它不会教你可能字汇啊、文法不会，那不是语言学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会 assume 你可能你既然念英文系，应该这些东西你都有基本的认识啊。但是就算你不认识，其实很多同学他可能英文不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语言学修得很好。有些学生他可能英文很好，反而他语言学修得不好。为什么？因为他英文很流利了，所以你叫他再把这个可能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完整的对话拆成更小的单位，然后去慢慢检视它的架构，反而对他们来说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不一定啦，或者有些同学常说，甚至我们系上老师也会说自己是一颗文学脑，然后就会对语言学啊，对于语言学方面的课程，他会觉得就是比较难理解啦。那这个都有可能发生，那就是你们，但是这个就是英文系的必修课程，所有的英文系的学生，不管是念应用英文，你是念传统的英文系，你都必须要有一些，声音爆掉，你都必须要有一些，不好意思哦，因为我觉得声音有点爆掉，所以我稍微调整一下。好，你的声音爆掉的话，之后那个你们影片出来听的会很痛苦哦。所以都会要有一些关对于语言基本的概念哦。一样哦，声音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随时告诉我，因为对于教学影片来说，声音非常重要哦。然后，所以这门课还是好好修一下啦。我知道有些同学他可能会上完一学期都不知道这门课在干嘛，但是其实
如果你过了这门课，你们都必须过这门课啊，就是你修完这门课，其实有些东西啊，对于这个语言的有一些结构上面的知识，其实是已经变成是你内化的知识哦。那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底会了什么，但实际上你可能对于这个语言，你使用的语言，你主修的这个语言，它的声音的架构哦，它智慧的结构，它的句型的结构，或者是语言它是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的从声音慢慢形成智慧，再从智慧形成子句或句子，你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好、哦，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啊？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吗？我新的班级应该又会更安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们稍微留言帮我打个一哈、哦，让我确认一下你们都没有问题。你们是都没听到吗？嗯。稍微要给我一点反应啊，不然老师上课会不知道你们那边在干嘛。尤其是我们就通常我不会要求学生开镜头啊，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学生不喜欢，然后第二个开镜头有时候有可能会影响到那个流量，然后反而会造成很严重的 lag。那我们班又那么大，所以我就有时候。你大家现在看就知道我的镜头已经有些 lag 了、哦、那所以全部都开的话应该会更恐怖，那所以就不要求，但如果我可能有时候希望你们给我一点反应，或者是我点人 的时候基本记得一定要开麦克风、哦、上我的课应该会将来就感触很深、啊、我很喜欢叫人回答问题，但应该没什么压力，因为你不会我也没关系，我不会骂你啊，或者是什么样，但是就是我会有些时候我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吧，所以我如果叫到你，一定要开麦，好、哦，你一定要开麦回答，不管将来我们分流，你是在实体还是在线上，但我叫到你就要回答我这样，好、哦，我今天不会上门啦，因为第一周我应该只是稍微介绍一下语言学是什么。然后其实我是有准备一点点的内容，但我们等一下看时间，因为好像蛮常发生的。我有准备内容，但学生有时候不想，也有时候就是不想，第一周就是不想上课。然后有时候是反正时间好像也一个多小时了，就算了这样。然后就等到下周再讲。但 OK 啦，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大纲吧。嗯，这应该是你们的第二周了吧？这是你们的第二周，但是是学校正式的第一周，哦，所以，这学期的周数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我们这学期的周数，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但是可能有一些学生同学还不知道哈、哦。它是从礼拜三到下礼拜的礼拜二，所以就是三四五六日一二这样作为一个完整的一周。哦、所以你们是礼拜三开学的嘛？其实好像很多，应该是很多的学校这一学期的安排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大家都是礼拜三开学，避掉礼拜一二。为什么？因为如果礼拜一开学的话，礼拜二又要哦、啊，礼拜一开学的话，对，礼拜一的课又要补。吼、哦，那因为它是弹性放假嘛，所以避免麻烦，他们可能就礼拜三开学，然后一直到下礼拜的礼拜二。那你想说他为什么不这样子切？因为反正教育部就是说要上满18周啊，所以你怎么样，你都是就是要补满这样。所以大概就知道了，有个概念。这学期的一周，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礼拜一是一周的尾巴，所以现在还是第一周，所以你们的第二周会从礼拜三开始。哦，所以这还是第一周，然后你们自己那个分流的时间就要算好，特别注意。那我知道你们的那个学校在系统上面有帮你标示，所以你如果 syllabus 看得
很困惑的话，那你就看一下你自己的那个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标，是 iClass 之类的会帮你标记。好、哦、，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学期的 syllabus， 然后它在学校的网页上面应该可以下载，但我没有特地帮你们放到那个 Teams 的档案当中。因为其实你们都不太会去看那个 Core Syllabus， 就是我们也会课程也会调整啦，所以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先稍微很简单的把它看过去。所以这一学期我们要涵盖的内容包含哪一些？所以你先浏览过去。OK， 教科书哦，教科书是这本，我没有换。Language Files， 然后它是第十二、哦、它是第十二版本的，然后很厚啊。你们的应该没有那么厚，因为我拿的是教师版，所以它是再生纸。那再生纸的那个就会比较厚，但你们的一定会少掉大概可能一半吧，或者三分之一，所以你们的书不会这么厚、哦、我的书非常的厚，非常的厚，因为它是教师版，是用再生纸的。然后学校的书局应该已经有卖了、哦、学校的书局有卖，然后一本好像500多吧。然后如果我一直都是用这本书啦，所以如果你不想买的话，那你就是去跟你的学长姐问问看，说他们有没有使用过的书要卖的，那你们也可以去买旧书这样。那每学期都会有同学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用11版、10版，甚至有人用9跟8。我不建议啦，因为会内容上面有一些调整，尤其是在练习题上面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常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叫你们可能做第几页的第几题，结果就是会有可能十几个学生，他交上来的作业做的题目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一看就知道你是用旧版的教科书。那所以如果你是用旧版的教科书，那你记得如果我有时候 assign 一些作业，或是我 assign 一些课堂上要看的部分，我说这个很重要，在第几页的时候，你不要都看得跟人家不一样哦，因为它页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要稍微跟你的同学核对一下课本、哦、所以课本原则上就是这样，你要用哪一个版本都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记得如果你是用跟我不一样的版本、哦、如果你不是用12这个版本的话，那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讨论到页数你要做什么样的 exercise 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你的题目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好 ，OK， 所以这是课本的部分。所以课本是不是一定要有？你们要几个人 share， 还是你们要去买旧书都没有问题，但我会建议还是有一本课本在手上比较好。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本课本它其实是你将来，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要考研究所，那只要你将来要去念一些跟英文相关的研究所，不管是英语教学或者是语言学之类的研究所，然后你可能都会需要使用到这本书啦。有一个可能是你入学的时候考试笔试就会用到，那有个可能是你进去以后你还是需要，你修其他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它的基本知识哦、那这时候它就可以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所以你自己斟酌啦，然后看你要不要买书，然后但我会建议啦，就是这门课没有读书，你可能会考试的时候你可能会很麻烦，甚至可能我们平时做作业的时候你就会很麻烦，所以我不管你要不要买书，但是要读书、哦、然后有些同学很喜欢用影印版的，那这本书那么厚，我也不知道你这样印来划算吗？但如果你要用影印版的话，那就记得不要带到学校来让我看到、哦、原则上还是尊重一下那个智慧财产权。好，没有问题的话，这是教科书的部分。然后课程的部分，第一周我们没有要干嘛，就做一下 course orientation， 然后看一下要不要简介一下语言学是什么啦，如果不简介的话我就会留到下一周、哦、看我们上课的时间。然后第二周下一周，所以下一周你们要开始分流、哦、所以就是下礼拜一上课的时候你们就分流了。然后这门课不可能全实体啦，因为我们班级人数还蛮多的。诶，你们上线多少人看一下，
72个，差不多。因为其实你们原本好像选课的人就已经快要80个人，然后再加上后来加签的，然后今天没有出席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会超过80个人以上。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太可能塞进实体的教室里面，哦，他可能都会不合法规。所以原则上就是按照学校的政策，他说要分流，那我们下周开始就分流，那就是按照学校的规定吧。你的学号学校是。学校是用学号后2码还是3码去分不同的组别啦，那你就自己确认好。哎，你们会不会差异很大？会不会下周要来的跟不要来的差？下周要来的。你们今天都在吗？我看一下，72个应该都在。你是第2周要上实体课的，你在这边打一个二，让我看一下，看一下会不会很多人还是很少人。你是第2周要上实体的，就是下一周你要上实体的，我看一下会不会人很多还是很少。我们应该都会平均分配吧，因为你们都是一整个班，应该不会说。哦，其实我真的本人非常讨厌分流的上课方式，全实体可以接受，全远距可以接受，然后但是分流很讨厌，因为要在教室里面同时顾到2边，然后我们班学生又那么多，然后语盖又非常的用到科技，好像没有很多人下周要出席的。所以我们班大概就算好吧，算80个人，它是分成3组嘛，对不对？哎，3组还是4组？忘记了，所以应该大概就是20几个人吧。OK，所以没有特别多或特别少，所以我们班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想，我们班如果是主要是班为单位的话，应该比较跟其他那种什么通识课的选修课不一样，应该比较不会有什么几率是哪一周的人特别多，哪一周人特别少，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的教室应该很大啦，因为我们是大班课，然后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好啊，那我们就是按照学校的分流的方式啦，然后先这样，然后。我想应该不会整学期都采分流上课。我觉得之后政府的政策调整了，我觉得再过几周应该就会全实体了吧？我自己觉得啦，我不太确定。我是希望他快点实体啊，但我不知道上一节课问同学，好像比较喜欢远去上课。但我觉得远距上的应该很多同学已经觉得很烦吧，付学费，然后一直都在线上上课，然后线上的品质又不见得好，然后对啊，又不能看到同学，然后有些同学莫名其妙就毕业了，然后有些同学莫名其妙进来的，然后一个人也不认识，每天都在上线上课，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快点回到实体，还是我希望你不希望，但我觉得应该英文系。的老师都蛮希望回到实体，你们有些课线上真的很难上啊，那些小班课啊，线上其实绘画啊、口表课啊、翻译课啊，线上真的很麻烦。语概课还好一些啊，文学课可能也好一些，但还是会希望啦，就是要么就全部实体，要么全部远距，但学校不允许全部远距，所以我们就按照学校的政策。好，所以下周就会有些人要来，有些人不要来，然后。不要来的没关系，你记得也要上线。吼，线上我应该下周我应该会点名啦，所以我应该每周都会点名。所以不管在线上还是在实体的，你都要出席。吼，所以下周是我们会开始上什么是语言学。哦，然后再下周就放假了，所以可能分到这组的第3周这一组的就。很快乐，可以多放一周。那所以可能到，哇，那然后接下来他可能又分流分，他又远距远距远距，所以他好几周都不用来。所以这一周的同学好像还蛮开心的，都不用来学校。
好，所以第三周我们就放假，那那一周就是没有上课哦，所以那一周不用来，一定不会有人来的嘛。然后到第四周我们就开始上 design feature，所以前几周我们都会上 chapter number one 的内容哦，file number one 的内容哦，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去把语言学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哦。给你一些概念，语概课到底在学什么？然后，语言是什么？它会稍微定义一下哦，什么叫做 language？哦，什么是语言？什么不是语言？哦，它都会稍微 define 一下，什么叫做 grammar？哦，什么叫做 grammar？它是我们传统认知上面文法书上面教你可能字汇的排列组合方式，还是它可能 evolve 更多的概念？这个都是我们在第一章，我会花一些时间把语言学最基本的概念，有一些跟语言相关的知识，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哦，它应该会是这学期最简单的一章。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 phonetics。phonetics 是什么？有没有同学知道的啊？phonetics 大概在讨论什么样的概念？语言当中的什么样的概念？李子康，你在吗？在，嗨，你觉得 phonetics 在讨论语言当中的什么样的概念？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看一下那个 syllabus 上面写什么？应该是讲发音的。讲发音哦，speech sounds，所以什么的概念，phonetics 它都是有关于声音的概念，所以你会看到连续好几周，从2.1一直到2.2、2.3，然后一直到这里，所以从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哦，我们讨论的都是跟声音相关的概念，哦，我们会从子音。母音，然后以英文为基本，我们讨论什么是子音，什么是母音。你想说子音我还不知道吗？母音我还不知道吗？可是子音怎么发出来的？母音怎么发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我们是用什么样的 articulator 再去做区隔？所以 p 跟 b 听起来不一样，哦，所以 t 跟 d 听起来不一样，所以 r 跟 e 听起来不一样。庄凯文，什么事吗？什么事吗？OK，没有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不是？OK，好。OK，所以子音母音的差别，哦，子音跟母音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它叫做子音，它叫做母音？哦，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 criteria 去做区隔，然后去区别出两种不同的声音？那这个都是我们在 phonetics 我们稍微会花一些时间讨论的。那大概在我们上到这个部分，大概在我们上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东西要背，哦，发音的器官，然后发音的位置，哦，发音的方式，哦，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terms 把它记下来，然后跟每一个不同的声音去做连接？这个是我们在很快的啦，大概在期中考以前就必须要做到的事情。然后这个部分一定就是你会觉得很烦啊，要去背一些东西，但是那个东西要会哦，因为期中考以后的东西偏难，期中考以前的东西稍微比较好理解，所以期中考以前一定，尤其期中考分数高一点，越高越好，因为你期末考按照惯例。有人要跟我讲话，我看一下。OK，你们如果当中连线不顺利，然后要出去再重连，没关系，你们就自己出去再进来，然后不用特地这么有礼貌的跟我打声招呼，哦，然后不然我会，因为我眼睛会一直瞄到讯息，我就会忍不住过去看一下。不是忍不住啦，是我一定得去看，我怕你们有什么
有什么要回应的。所以如果你们只是说要暂时离开一下，这个没有关系哈，但就祈祷我不要那时候叫到你就好了哈。OK， 所以我讲到 phonetics， 所以这是有关于声音哈，所以这个部分好拿分，所以期中考越高分越好，因为期末考通常分数会比较差啦，因为期中考以后我们讲的概念会比较抽象。哦，期中考以前我们只是基本的跟你介绍英文当中的每一个不同的声音。哦，因为我们到底这个语言系统它作为一个语言，它的系统当中包含有多少个不同的声音。哦，那这个是那我们又怎么样去 define 每一个不同的声音，怎么样去做出区隔。哦，然后今天它是一个声音，它是一个声音，它们俩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在期中考前很重要我们要讨论到的一个内容。哦，所以期中考前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先把语言做一个很基本的简介，什么是 linguistics， language 是什么，然后我们还会花一些时间讨论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design features。 什么是 design features？ 它就是所有的人类语言它都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征，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些 feature 去 define 什么样的系统它是语言，什么样的系统它不是语言。哦，譬如 writing 它是不是一个语言， writing 它是不是一个语言，你们觉得咧，照你们的想法 writing 是不是一个语言。关玉山在吗？在。你觉得 writing 是一个 language 吗？ Is writing language？ 我觉得应该是，只是它展现的形式不太一样，是用写出来的这样子。OK， 所以你认为它是语言，但是跟什么不一样？跟你说展现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你说 spoken language 跟written language 不一样，所以你会认为 writing 是一个语言，然后Speaking 是一个语言，所以英文有两种语言，一个就是 writing， 一个是所谓的 speaking， 是这样吗？所以这是你刚刚回答我的意思吗？就是 writing 是一个语言，speaking 也是一个语言，所以英文里面包含两种语言。所以我们讲英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加 s。Because English involve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language， 是这样吗？嗯，所以 writing 不是语言吗？没有啊，我是按照你回答我的，然后去解释啊。我问一下其他，吴佳慧嘞？我觉得是。OK， 所以它叫做一个 language， 然后。譬如英文的 writing system， 它是一个 language， 这样。应该是说英文里面有涵盖很多种语言。啊，英文里面有涵盖很多种，就是，你是说什么 American English、British English， 还是 writing English， 然后 spoken English？ 对。对，所以其实你们随便应该是说他没有标准答案啦，但是我们讨论到语言的时候就会有同学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人会说 OK speaking language 是一个语言，然后 writing language 是一个语言，那这时候我可能就会问你说，那 writing language 是一个语言，那我可能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分得更细，那我可不可以说，那我写报告的那所谓的formal writing system 那种所谓的 style 它又是一个语言，然后我可能跟同学问候的，我打 message 的那种 writing 的 style， 它又是一种语言，因为似乎他们好像也有不一样，是不是只要有不一样的，我们都把它称作一种语言？ writing 跟 speaking 不一样，那它不一样在哪里？ writing 跟 speaking 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没有人会自动要回答我，对不对？林以杰在吗？在。Writing 和 speaking 差别在哪里？
我们说如果是书写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我们可能可以比较出它的差异嘛。哦，所以我看到我就知道它是它是可能是写 paper 用的语言，然后这个我可能知道它是我们可能平常打屁闲聊用的语言。那 writing 和 speaking 的差异在哪？看那个字有没有缩写。什么意思啊？所以是 writing 有缩写还是 speaking 没有？Speaking 比较会有缩写。是这样吗？为什么我觉得我常常写字的时候，我说 professor 我懒得写我就这样写， doctor 我懒得写就这样写，这是 writing 吧？可是如果是写正式的 paper 的话就会全部都写出来。所以就是正式的 writing 是一种语言，然后非正式的 writing 是一种语言。那 writing 跟 speaking 又差在哪？问题是我是问你 writing 跟 speaking 差在哪？李佳颖，李佳颖不见了。writing 跟 speaking 差在哪？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啊。writing 是用手写 ，speaking 是用嘴巴讲。OK， 一个是用手写的，一个是用嘴巴讲的，所以一个你听到的是声音，一个你看到的是文字，哦，所以差别在这里啊。但他们是不是用一模一样的系统啊？他们是用一模一样的语言系统吧？所以你看到的文字你可以把它描述出来，所以你写的文字你可以把它念出来，然后你如果会念的话，你通常你可能看到那个文字你不见得会。但是你如果会写的话，你看到那个文字，如果你的所谓的发声器官都正常的话，那这时候你看到那个文字，你 suppose 你应该有办法去把它念出来。那我们就会说他们其实 share 很类似的一套系统，但他们是什么？ Different production of the same language， 它只是同一套语言系统的不同的 production 的方式。同意吧？所以对他们来说 ，OK， 语法的结构可能是可能是一样的。你说会有一些差异，那就是问题是 writing 跟 speaking， 它可能跟你正式的书写跟非正式的书写上面的差异。我说那些所谓的语言规则上面的差异，可能他们之间的差异又会很类似，但他们不一样是什么？他们是不一样的 production 的方式。那通常我们不会定义说英文里面包含两种语言，一种叫做书写，一种叫做所谓的口语表达，因为他们就是同样的一种语言，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那有什么样的差异？第一个，使用的情景不一样。那第二个，通常书写语言我们要经过学习我们才会使用。但是所谓的 speaking language， 它可能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在这个语言的环境下面长大，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 pick up the language， pick up the sounds of the language。 但如果我们讲到 writing language 的话，可能你就是必须要开始你当初学中文的时候一笔一画的跟着老师写，然后慢慢的去经过所谓的 formal instruction， 然后你才会去学会的一种 production 的方式。所以它会有一些差异啦，但是如果我们去 define 它是不是一种语言的话，那之后等到我们上到这个单元的时候，我们就会稍微比较仔细的去讨论什么叫做一种语言，什么它有可能，譬如动物语言，它算不算是我们在语言学定义之下的一个语言。譬如 writing 跟 speaking， 我们会说它是一个语言吗？还是它是某一个语言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我们会去说动物语言手语呢，它是不是也是跟所谓的 speaking 跟 writing 它 share 一样的系统，只是这时候它是用所谓的 gesture 然后去表达的另外一种 production。所以这时候是我们可能在这个部分我们讨论到语言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些比较细节的概念。目前有跟得上吧？目前有跟上我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听得懂的话再帮我打给你。
不好意思常叫你们打字，因为我要确认一下，因为你们有问题都不会问，尤其是你们才刚上大二，然后可能还不好意思发问，等到大三的时候就很会问了。都听得懂齁 ？OK 吧？好，看到一排一就比较安心。好，所以这是前几章期中考前你会看到的内容齁。然后期中考重不重要？很重要哦，期中考占你们的学习成绩的30%哦。那我说了，期末考通常成绩会比较差，为什么？因为你大概看一下，期中考以后我们要开始上一个东西叫做 phonology， 然后 phonotactic constraints phoneme and allophone， 这个都是phonology， 然后 phonological rules 这个也是 phonology。 什么是 phonology？ 跟 phonetics 很像，为什么？因为它也是讨论跟声音有关的内容，只是这时候它不是讨论单一的一个声音，它不是讨论 p 作为一个声音它有什么样的特质，它不是讨论说 p 是怎么发出来的，它可能是讨论我们在一个元系统中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声音组合在一起，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变成一个具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哦、那可以啊，你可以把它变成 part。 那是不是所有的排列组合方式都是允许的、哦、英文当中你如果说我们如果有50个声音，是不是50个声音我们可以任意的排列组合，还是它是有一些限制哦、那这个所谓的关于声音排列组合的规则跟限制，是我们在 phonology 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要特别花一些时间去讨论的、哦、就是有关于声音的规则限制、哦、并不是所有的声音在所有的语言系统当中我们都可以任意的把它排列组合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单位。那意思就是说，当一个语言系统中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字汇，那我们就要 assign 一串的声音去代表那个字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任意的 assign 任何的声音？不是哦，会有一些声音我们听到就说它听起来不像英文啊。哦，譬如我说 tapa， 你一听就告诉我说它不是一个英文字。哦，但你一听到啊 top。Part， 哦、你就说它听起来像是英文、哦、不管你连接到的是什么样的单字，不管你连接到的那个单字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你只是听到这一串声音，但你没有去、想到任何有意义的字汇，但是你就是知道它就是一个英文字。但是我听到 tapa 它就不是一个英文字，为什么？因为它一定违反了某些英文语音系统排列组合当中一些我必须遵守的规则、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phonology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应该说我们要特别一开始啦，我们会花几周的时间去讨论到有关于声音排列组合的规则跟限制，这是第一个比较简单的。然后后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比较难的 phoneme 跟 allophone 跟 phonological rules。 那它在干嘛呢？它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进入到一个语言系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 define 哪些声音它是属于这个语言的声音，哪些不是，哪些声音它是属于某个声音的变异，哪些声音它是单独我必须要辨认出来的声音。哦，听起来很抽象，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抽象。哦，它讨论的是 native speaker 大脑里面对于声音的概念。哦，我们可能我们平常在讲英文的时候，你真的只听到一种啊吗？还是有些啊嘴巴张得比较大，有些啊嘴巴张得比较小，有些啊舌头位置稍微高一点，有些啊舌头位置比较低一点。其实只要你的舌头位置你的嘴型不一样，那个啊听起来一定不一样。那到底要多不一样我才会告诉你说英文当中只有一个母音，还是英文当中有两个不同的啊、哦、然后我必须要区别出来。那我为什么要区别出来、哦、那如果我们要去区别它是不同的声音，一定有它的用意，一定有它的目的、
哦，我猜你已经快睡着了。但 anyway， 我们上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啦。哦，可能会有一半的同学是模糊的，但是你其实会稍微有一些概念啦。然后，到底声音的规则是什么？或者是一个语言学家进入到一个语言系统，他到底怎么样去找出这个语言具有什么样的声音？是不是很简单？我听到什么声音，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只要我听到不同的声音，我就会告诉你说，所以这个语言系统它有108个子音，它有60个母音，还是这108个子音跟60个母音当中，我们还会再去检视它的字义，检视它的结构，然后再把它缩减。最后告诉你说，60个母音当中，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为可能只有6个母音，然后剩下的50几个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母音的变异。哦，那个变异怎么出来的？从规则 phonological rules 出来的。哦，当它遇到什么样的声音环境，它就会产生某一些变化。那有一些可以用规则定义出来，有一些没有办法用规则定义出来，那我就会画一个母音表，画一个子音表，告诉你说这个语言系统有多少子音，有多少母音。那个过程是怎么出来的？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概念当中？那这个是我们在 phonology 我们会花一周，然后2周、3周、3周去讨论的概念，它很抽象。然后同学如果可能挂都是挂在这里啦，哦，因为它真的稍微要花一点脑筋，然后去思考一下，哦，它跟之前可能你听到声音直觉的反应，然后你去动一动你的舌头，然后你可能就有办法去把不同的声音连接到你舌头不同的位置，哦，那个是比较直接的，但这个就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以就会花同学比较多的时间稍微去思考一下。但你大概就会注意到，整个上学期我们都在讨论跟声音有关的概念。哦，那你说语言只有声音吗？没有啊，那语言还有什么？语言还有什么？刘廷义，刘廷，语言还有什么？有沟通的能力吗？沟通能力，然后嘞？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宋若杰，除了沟通能力跟声音，还有什么？语言就只有声音跟沟通能力，那我们怎么样用声音去沟通？中间还有经过什么过程？我们都是用单个声音去沟通吗？那我说今天说 R E A P T 什么意思？听不懂啊，我没有在做沟通啊，所以我缺少了什么？老师啊，是排列，是排，就是那些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 I U 之类的排列。排列组合，你那是念谢凡还是谢鹏玉？是鹏。对啊，我想应该是鹏。OK， 有同学说文字组织。OK， 你引发了很多的回应。OK， 组织，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 organization。那 organization 在干嘛？就是你刚刚讲的嘛，把声音排列成有意义的单位。那个为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单位？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单位？words 吧，我不会用声音然后去表达各种不同的意义嘛，因为单一的声音没有意义啊。哦，有一些可能有啊，你说 I 它是一个声音，那你可以把它连接到一个智慧，但是那是因为有些智慧它当中只包含一个声音。哦，但不是每一个声音本身都具有意义。哦，你说 p 代表什么？你说 g 代表什么？不知道，但是你可能把它
combine 在一起，你说 pick 它就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声音组合在一起，变成有意义的单位。嗯，没有，我看一下画面怎么变了。是刚刚是有人开的什么吗？我说我的画面突然变了。OK， 所以有意义的单位，所以我们说语言当中还包含什么？好，还包含 words。我们不会只用声音去做沟通嘛？所以刚刚有人说沟通能力，沟通能力哪里来的？在于你知道每个字怎么发音，你知道怎么样传达这些你想要表达的意义，你知道把这些字汇怎么样做排列组合，甚至你做完排列组合之后，你知道你要怎么样适当的使用每一种句型。哦，什么时候应该用主动，什么时候用被动，是乱用的吗？没有，被动也有它的一些原则。那什么样讲话是有礼貌的，什么样讲话是没有礼貌的，它有没有规则？当然也有。不然你没有规则的话，你怎么样去定义有人是有礼貌的，有人讲话是没礼貌的？一定是因为他违反了某些我们认为人讲话应该怎么样，所以他违反了这个规则，我们认为他讲话非常的没有礼貌，非常的 rude。 那他违反了那个所谓的语言我们使用的规则，那个也是语言沟通能力的一部分。所以接下来下学期我们就会从字汇开始一直到 sentence。 至少这两个也是语言学最基本的，应该说三大块之中的两大块，有关于字跟句子的结构。字也有结构，句子也有结构，声音也有结构。所以我们先从声音开始，然后再上到字汇的结构，再上到句子的结构。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上一个东西叫做 semantics 跟 pragmatics， 但我从来好像都没有时间上到这个部分。但你也要大概认识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是 semantics？ 其实就是语义。每一个字有什么样的意义，每一个句子有什么样的意义，最基本的概念啦。然后 pragmatics 是什么？就是我怎么样适当的去使用每一个句子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那个场合我们通常会叫它做 context。 在什么样的 context， 怎么样使用语言是适当的或者是不适当的。那是不是不适当的使用语言，它也会影响到某些所谓的语义上面的表达。那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上了这些基本的结构之后，如果有时间啦，那我们会往后面去上到一些意义跟语用的部分。但是基本上所有的语言学概论它都会要求啊，至少你要把声音、字汇跟句子这三种结构先搞清楚。它结构的方式，因为语言学概论它其实是帮之后的语言学课程去打一个基础。然后可能将来大三你要去修句法学，或者是你要修语言策略啊，你要修英语教学导论啊，其实它都会有一些相关。因为其实你将来如果是以跟语言相关的工作，那你基本上要对语言的结构稍微有一点认识，尤其是英文系的学生啊，对于英文的结构要稍微有一点认识，它也是你的专业之一。那将来不管语言学它其实涵盖的领域还蛮多的啦。你说将来有人在做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他去写程式，他去设计机器的语言，或者有些人他去做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 他可能去讨论的是大脑里面可能对于语言的一些认知啊，所谓的 cognitive linguistics。那这些其实都是语言学的范围啦。甚至有些人会去讨论所谓的 social linguistics， 就是语言在社会上面它是怎么被使用的，是不是有一些 gender 的差异，或者是有一些关于可能政治介入啊，或者是语用的介入，然后导致我们的语言使用有什么差异。它其实都是语言学的各个不同的分支，但这些分支都建立在你对于语言有基本的了解。
哦，那这个东西就是在大二的语言学概论，我希望你们可以先有一些最基础的概念，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期中考以前，哦，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啦，从声音开始，然后讨论到声音的结构，然后这学期本来期中考跟期末考我都是定在期末考，我是本来就不是定在期末考周，然后期中考我本来是定在期中考周，但是因为这学期上课的方式实在是有点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上，所以我就先申请了特殊考试。哦，意思就是说，他应该如果学校是统一考试的话，如果学校是统一考试啊，如果学校不是统一考试，那我们就再讨论。如果学校是统一考试的话，他应该原则上就不会在考试周考试，他就会是老师自己想办法去去考啦，可能会用线上的方式，或者是用实体考试的方式，在某一周把它考掉这样。那这个我们等到时间快到了再来讨论，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几周到底最后会变成分流，还是继续分流，还是全部实体还不确定。所以因为它是滚动式嘛，但我觉得政策调整，我们学校这么想要实体，所以它应该也会跟着调整，所以我们就看它之后的调整，再来调整方式，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期中考试到底要在期中考试周考试，还是在之前一周，那到底要实体考试还是线上考试，我们就到时候再讨论。然后期末考我原本就往前了一周，在16周考试，那原因就是因为它周数调整导致第18周你们基本上最后应该说第18周的结尾就是礼拜二，哦，所以就变成你其他周都不用上课，然后但是第17周别的礼拜三开始第17周都不用上课，但一二还要上课，然后下礼拜的一二还要上课，这样我们就变成最后了，我不喜欢这样。所以18周原则上是学校规定的，哦，是教学资源周，那17周我们就会弹性调整，有可能是把期末考拆成两部分，一部分实体一部分线上，然后17周就是要你线上去考试或者是交作业之类的，哦，那这个我们也等时间到了确定了，然后看我们的课程进度我们再调整，哦，没有我在看为什么会写个实体加非同步远距，所以就是都是要实体吧，然后这应该是因为我之前可能改 syllabus 的时候，因为这一门课之前有几学期是挂以实整虚课程，所以有四周是非同步远距，应该有四周是线上周，但这学期他没有挂以实整虚哦，所以每一周基本上都会有实体课程，那每一周应该也都会有非同步远距，因为不管将来有没有分流，那我的习惯应该是我实体上课就是会把它录影录下来，哦，因为我知道语言学概论有些同学他就是需要去 repeat 很多遍老师的 lecture 他才听得懂，哦，他希望有自己的步调慢慢的去复习老师讲的东西，所以原则上每一周的课上实体上课我都会录下来，所以你们也不用像可能你们在文学课都很喜欢录影啊或录音，不用，我会帮你们录，哦，然后而且你们录的音质一定会不会比我自己录我自己的好，所以你们就不用特地去录这门课，因为我一定都会帮你们录影，然后每一周摆到 Moodle 平台上面，所以每一周基本上都会有非同步远距啦。那如果你们可能之前有询问过学长姐，大概知道我的课会involve非常还算不少的科技啦，所以有几个要求，就是第一个可能不定时的会在 Moodle 平台上有一些突然的加分题或者是测验，哦，但是我如果一放了我应该就会 iClass用 iClass 然后给你们一些所谓的简讯啦，然后告诉你们说 OK 我在 Moodle 平台上面摆了一个加分测验，
吼，摆了一个作业，你们要在某某时间点之内完成。那你们就要特别注意吼，所以你一定要有 iClass， 你要会收讯息。如果你不收的话，那你就定时要记得上 Moodle 平台去看有没有更新这样。然后第一个会有一些我可能突然想要出我就会出的一些作业，然后作业有时候还蛮有挑战性的，有时候会用一些闯关游戏的方式哦，但不容易哦，越有趣的就会越难，但你们将来就知道了啦，但不用担心啦，通常你们都会小组讨论哦。然后第二个就是除了 Moodle 平台会使用之外，然后上课会录影之外，然后你们自己平常在上实体课的时候，不管你这一周是分流还是实体，请你都要带着一个可以连线的设备来上该课、哦、不管你用手机，你用你的平板还是用你的电脑，我真的个人是比较建议至少用平板或者是电脑，但你就是没有这些东西那也没关系，至少你有一台手机可以连上线，这样就好了、哦、所以这三样东西啊，如果你还有第四样我也不知道什么，你总不会带一个投影机来吧，所以应该就是电脑或者是平板或者是手机、哦、然后你自己去找一个你比较习惯使用的可以连上线的一个电子产品、哦、我上课都会用到哦、所以你上别堂课老师可能会要你说不准开电脑不准看手机，但我的课我一天到晚都会叫你看手机、哦、所以你在课堂上你要用手机干嘛聊天什么的我原则上都不会管你，只要你不要打扰到老师上课或者是同学学习、哦、不要在那边一直聊天或者是用手机一直发出各种的什么 LINE 的讯息啊，各种一下电话响一下干嘛，那种就很干扰。那其他除此之外啦，因为我本来就会要求你可能有时候看着电脑上面 PowerPoint 跟我同步之类的，所以我本来就会要求你去看你的荧幕、哦、所以第一个你要去准备一个可以上线的工具。那这门课我不会禁止你使用电子产品，反而我会很鼓励你使用电子产品、哦、因为其实新时代的学习电子产品很重要，要学习会利用电子产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不要老是用电子产品去看什么韩剧啊看美剧啊，只会用那个来看电影然后看 YouTube、哦、稍微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用它来做笔记，你可以用它来学习，你可以用它来上课、哦、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可以用它来做动画，你可以用它来剪接影片，然后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那学习使用电子产品去学习啦，这个对你将来会有帮助、哦、尤其是你们要注意哦，你们的下一个世代大概十年后吧二十年后，他们应该已经非常习惯怎么用电子产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所以将来可能你们出社会的话如果使用电子产品的能力差他们很多，他们可能已经很习惯了，知道怎么样做出很漂亮的 PowerPoint， 知道怎么样用电子产品去剪接影片，知道怎么样用电子产品去做 presentation、哦、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利用，然后他会非常有效率、哦、那你就会输他很多，所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啦，然后去学习使用电子产品，这是我会希望你们在这堂课学除了课本上面我要你学习的技能之外，还可以多培养的一种能力啦，就是使用科技去学习、哦、使用科技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譬如说 learning、哦、不管你是用在 production 还是用在所谓的 comprehension、哦、那就是稍微学习一下用科技产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所以这门课就是上课我会要求要上网、哦、不管你是在实体或者是你在非同步，我会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考都是同步的，就是都是放在线上，不管你在教室里还是教室外，我可能都是要你同个时间开始去做小考、哦、那时候你就会需要有一台设备、哦、或者是上课当中我的讲义就是线上的，我就是要你随时连上去、哦，或者有些游戏就是摆在线上、哦、随时要你连上去做，那会有一些线上讲义
也有可能会随时要你连上去，然后去使用它，然后在我们的 lecture 里面，所以你要记得要有一台可以连上线的设备，不管它是大的还是小的，重的还是轻的，哦，大概是这样。目前为止没有问题吧？所以这是课程跟基本的一些要你注意的事项。平量的话，出席率占 10%、哦，所以这个我每堂课都一样，我从来没有出席率超过 10%， 但也从来没有出席率是零的，哦。那出席率原则上我每周都会点名，可能会用 iClass 点名吧。然后不管你在线上还是你在实体，你都要到。如果你在线上的话，那你的出席时间要够，哦，那如果你在实体的话，反正实体是一定要点名的。然后原则上一次不到我就会扣一分，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点了12次的名，然后你只要超过10次不到，你的出席率就已经是零分了，哦。但如果我点了8次的名，然后你可能8次都没有到，那你学习成绩还是会有2分，哦，因为我只扣了8分，哦，所以出席率一次不到就是扣一分。然后我不太接受假单，没有，我在想你们这学期状况会不会有些不一样，你们会不会有什么疫苗假之类的啊？那个我就会收啦，然后还有一些公假丧假我都会收，但是一般的病假我其实照我的惯例我都不太收，因为你们的病假太容易请了，动不动就去印一张什么头痛肚子痛各种不同理由的那个假单给我，那我登记起来非常麻烦，因为你们假单太多了，所以我原则上不太收假单啦。就是你如果不是一些什么正规的公假，有可以证明的，或者是丧假按照学校规定的，然后或者是防疫期间啦，如果你有因为一些隔离啊，或者是一些政府政策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来，你没有办法出席。那就算你没有办法出席，你 suppose 线上也要有办法上课。那所以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就是你可能真的生了什么病，那你再告诉我，就是有一些特殊状况，那你再私下联络我，不然原则上我是不收什么假单的，因为就算实体不能来，那我也会 assume 你至少线上要到，吼，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平时的成绩占 30%， 平时成绩包含小考，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小考，哦，有些我会提前讲，有些我不会，哦，那不会提前讲的，那我可能就会让你们分组讨论，哦，那有提前讲的可能就是个人测验，但基本上所有的评量我都会放在线上，因为你们有部分的同学在实体，有部分在线上，我会希望是在同时间，然后可以开始做啦。那因为有些同学在线上，所以原则上我都会开放讨论，因为不然不太公平啊，你说线上他们在家的偷偷在讨论你也不知道这样之类的，那所以大部分啦其实我的小考都可以讨论，哦，那只是说实体的可能讨论起来还是线上的讨论起来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哦，那原则上有些小考会先讲，有些不会讲，有些会在平常周间我可能给你一个加分题，哦，加分要好好把握，因为机会不少，但也不会多到每天都有，哦，所以如果有加分的机会的话要把握。然后平常上课因为我小考不会提前宣布，所以你不要因为我没有告诉你下周要小考你就想说我下周随便我要不要来，哦，下周有可能我还是会临时给你一个小考，那但我会允许你翻书，允许你讨论，或者是允许你上网，哦，都可以。然后期中期末我通常就不会是 open book 咯，期中期末我通常就会要求你们就是如果是实体考试的话我就会要求你们带电脑来考，哦，那如果是线上考试的话那反正也是用电脑嘛，但原则上大概就知道这门课会非常依赖电脑这个东西，哦，因为大部分的资源我都会摆在线上，所以你一定要很熟悉使用科技产品，然后很习惯，然后使用学校的不管平台啊是 Moodle 还是 Teams，哦，
甚至如果你有时候有问题，你就是想说，老师，我可能需要用，我可能不想用打字的，然后我也不想去学校，我可不可以用线上问问题的方式？那你就跟我约时间，我们还是可以在 Teams 上面用线上 Office 的方式，然后去回答问题也是可以的。谁的麦克风也没关吗 ？OK。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期中考占 30%， 期末占 30%， 出席占 10%， 然后评量占 30%， 评量就是小考、哦、然后一学期成绩就是这样，然后会不会当人什么的，反正每学期不一定，有时候这一班的表现好，然后几乎就会没有什么人不过的，但有些时候 有些班级的学习态度稍微差一些，那就没有办法，可能按照这个标准，我给你的标准不会太高，基本上就是有认真的跟上课程，然后有认真的完成考试，然后你不懂的提早发问，不要等到期中考前你再告诉我说，老师我前面全部都不懂，这样我没有办法帮你，但是你一有不懂的，请你 马上问同学或者是找老师，然后去把它搞清楚，因为语概这个东西一个概念都是相关连续下去的，你一个环节不懂，你下面可能就全部都挂掉，所以 一遇到不懂的就想办法把它搞清楚、哦、那原则上大概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啦，就是课程应该都会帮你安排得很好，然后 resource 该给你都会给你、哦、包含上课的录音档，然后包含平常的讲义都会给你，但是你自己要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然后要确实的去使用这些东西，然后不管你可能有些人他就是需要花，常常有些同学告诉我说，有时候线上，我有时候小考会让你们重复作答、哦、意思就是说我可能不限制作答字数，你可以一直做到你满意为止，那有些同学就会说这样很不公平啊怎么样，但其实我会去尊重每一个同学的学习方式，因为有些同学他可能就是喜欢先做一次题目，然后做到有错的他再去从影片里面去看一遍，然后去回来然后再去找我错在哪里，那有些人他是喜欢影片都看完了他再去做，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作答次数就会很多，有些人就很少，那就是每个人学习方式不一样，所以不要去计较说有些同学好像哦，他们都花一点点时间，然后我在那边做这个、重复作答做得要死，然后他们可能就做了一两次，然后明明就是我先念好了，然后我再去做，所以我一次就做到80分。那为什么他可能重复做了10次，然后他做到90分，他反而比我高？那我很难说谁比较认真啊，因为有可能你就是习惯先看影片再做，哦，先念好书再做，但他是喜欢念一下，然后做一下，然后再回去看一下，然后再来做一下。那我会尊重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啦。那线上课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当他把 resource 都给你的时候，那所谓的自主学习就是你可以自己安排你自己的学习方式。哦，我要花多久时间去看这个东西，我要花多久时间去做这个题目，那是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会尊重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但该给你的都给你，所以你该做到的也要做到。哦，然后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学期末我就还是会当人这样，然后但是不会是没有理由的就把任何人当掉、哦、不会说因为你都没有来上课过但是你考试都考很好就把你当掉，不会，我是不扣考的 哦，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会了，然后你期末考很好，你期中考很好，你会注意到吗？这两个都考满分，你学习成绩就有60分，所以你这个都没有来，这个都没有，你还是会及格啊、哦、但好像从来没有这两个是零分然后这两个是满分的，从来不会有啦，但是真的有同学可能出席率比较差，但他平时成绩通常也不会多好，因为有一些小考他就会 miss 掉、哦、但他期中跟期末就是考得很好，然后这边有一点点成绩，然后这边可能又出席了几次，那他学习就过了。那你另外一个同学他可能每次都来了，但他都上课不会，然后期中考考不好，期末考考不好，那反而他都来了，然后他最后被当掉，那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就是
每个人学习的效果，然后学习的方式不一样。哦，所以不要去计较别的同学拿几分，然后我拿几分，你就是把自己该做的做好，然后想办法从我给你的这些资源当中去找到最适合你的学习方式。哦，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OK， 有没有问题啊？哇，已经一小时多了。我本来这门课有准备一个 PowerPoint， 你们应该都平常都有在用 Moodle 吧？我到现在很少老师用 Moodle， 大部分老师用的都是iClass， 是吧？你们其他课程用的可能都是 iClass， 然后但是这门课我用的平台是 Moodle 平台，然后所以你们原则上，如果你已经正式的有注册这门课的话，你应该已经被自动加到 Moodle 里面。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的话，那你加退选记得一定要选课，不要只是写一封 email 叫我帮你把你加入 Teams， 然后加入之后你就以为没事了。不是哦，你加退选还要想办法加进来。哦，那其实我都会收啦，不管你是另外一班的，你想说我就是想要学习一下用科技学语盖，那你就是想要转到这一班，那原则上我不太会拒绝学生。哦，尤其是这种大班课多一个少一个我都会觉得那是 OK 的。所以你们大致上要转要修这门语盖课的，我都不会拒绝吧。但是你自己加退选要想办法弄进去。哦，然后这个你现在点进去应该是一个 QR code， 本来我今天第一周要上这个 PowerPoint， 但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应该说我可以把它留到下周我们在做那个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简介，然后这一周因为才第一周可以早点放你们离开。同意吗？同意的话按一，还是你很想上课的话你就按二。我都没有特别偏好，因为我可以上也可以休息，但我不用想就知道一定是一。一一一，你好渴望哦。嗯，别的课那个线上应该上的还不错吧。我有遇到一个好学的想要上课，但只有一个。好，没关系，你很想上课的话我们下周会继续，然后下周我会开始上第一章的部分。所以你回家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拿到课本啊？你们已经有课本了还是没有课本啊？有课本还没有啊？已经有了。 OK， 我不知道你们是已经有去过书局买了还是怎样。谢同学，谢鹏宇。我这边当掉了，我想要把麦克风关掉。所以你现在关不掉吗？对，然后我现在可以关了。你没有关啊。 OK， 关。你没有关啊，你麦克风是怎样？它自动定时会打开。我这边一直当掉，因为同学一直传讯息。哦，你们上课都在聊天哦。哇，线上课有这个坏处，我们上课都不知道在干嘛，有的是在同学在聊天。我都在想，有时候上课你是自己开了一个群组啊，然后在聊天，然后老师问问题说，哎，老师问我问题，答案是什么？老师不是这样子的，是就是同学会刷那个，就是老师你会说一或二之类的，那这样电脑就卡掉。哎，那个会影响你们那个 lag 吗？很严重。会哦。会。我知道如果我叫你们全部都打开摄影机的话，那可能就是这门课人那么多才会严重的 lag， 所以我通常不会要求学生开摄影机。看不看到你们都还好，但是老师基本上你要看到我啦，因为基于礼貌。哦，其他老师应该也会开啦，我应该好像还没听到哪个老师不开摄影机上课，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老师应该都会开吧，我猜啦。那然后下一周开始，我猜你们线上人数应该会少一点吧，因为有部分到实体。哎，你们有些人会不会应该到实体的，然后不想来就跑来线上上课啊？应该
该不会吧？我们先按照学校的规定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是分到实体的，那就请你实体周那周就出席一下。然后如果你是分到线上的，你就尽量就是不要再到实体的教室，因为实体它都有固定座位，然后我也还不确定那个教室的大小，然后我怕有这么多人想上实体啊，但我怕就是你们如果很多人就是其他课要上实体，你就想说那我这门课我也去教室之类的，我怕人太多啦，然后到时候违反规定什么的。所以如果你别堂课的老师就是没有按照规定然后要你去的话，还是说你们已经同意了一些什么小班课啊，你们已经同意了要全班实体的话，然后又是接在这门课后面的话，不会啊，这门课中间还有隔一个中午午休时间，所以应该问题还不大。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下周原则上先按照学校的规定，如果可能教室还 OK 的话，大小还 OK 的话，那到时候可能如果有同学真的就是很不喜欢上线上，或者是家里的设备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再沟通再协调是不是那些同学他就是可以实体上课这样。但是原则上先按照下至少第二周啦，先按照学校的规定然后试一次他的分流。哦，虽然我很讨厌分流，但我其实也还没有把握分流要怎么上哦。对啊，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弄设备，但我会试一下啊，希望不要太影响到教学品质。我会不希望忽略掉实体或者是线上的学生，希望都上课的品质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希望是这样啦。对啊，那所以就先按照规定啦，然后之后我们再做调整。但我相信啦，应该学校不会整学期都这样分流，因为应该可以的时候它就会实体。哦，所以你们是不是也比较喜欢实体啊？还是比较喜欢线上？喜欢实体的打个六，喜欢线上的打个七，喜欢分流的打个八。哦，实体的打六，线上的打七，然后分流的打八，让我看一下。哦，有人喜欢分流哦，这是年级的差异吗？刚刚大部分是大三大四的全部喜欢远距，然后你们大二的都大部分喜欢实体，所以是因为大三大四实体上太多了，已经上烦了，然后大二实体还上不够。对哦，你们大一进来没多久下学期就开始在远距，所以你们实体课上的反而还不多，所以难怪你们喜欢实体也比较多。有人喜欢分流哦，吴佳慧，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只是纯好奇。吴佳慧，你在哪？老师，因为我住很远，要通勤通很久。住哪？这是有涉及个人隐私吗？应该还好吧。住哪？哦，没有啊，没有隐私啊。中南部吗？没有，没有，没有，只是我搭车要搭一个半小时。哦，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全远区，你反而喜欢分流啊？就是都可以上到啊。哦，所以你觉得如果远距的话有点，对，如果全部都远距的话，试过分流试过，然后哦，对对对，这都有，就轮流不用每周都通勤，但我偶尔通勤没有关系这样。对对对对，可是你别周你，所以你没有说有一周是有些课实体有些课分流的问题。哦，没有，都是没有固定，嗯，都分流。对对对，没有小班课哦，小班课我以为那个绘画课他们会要求你要实体，因为我没有。哎，绘画课分流怎么上啊？绘画课分流，他就说去，然后一样是实体，一样是线上，就是去看手机这样。可以这样哦？我不知道，这样有点没什么用。你说去到学校，然后每个人拿起手机，然后老师在讲台上面。对。哦。我有想过，欸，其实我有想过如果要全远距，那是不是就等于要同学带设备到线上，然后他们用设备上，然后老师可能就是也用远距上，因为这样会稍微好一点。但我又觉得
我们先试试看，就是部分实体，部分线上吧。然后因为我知道那样其实对老师来讲负担很大啦，因为他要顾两边的学生。然后我光是想那个声音怎么搞，其实我有点在想说，其实我在想，如果我声音出来的话，我是很怕我又收到那个扩音的回音，又导致你们就是线上的听到回音，但我还不确定，因为我上课基本上会用回音机，对，我就算在实体教室我也会用回音机，因为我希望线上的收到的声音不是环境的声音，是麦克风的声音，但实体又要收到扩音的声音，所以我就，但我又不能用学校的设备。哦，因为学校的设备外接任何东西都很麻烦，但线上的又需要手写荧幕，哦，那所以最后我就会希望用自己的麦克风，加上回音机，加上外接荧幕，加上摄影机，追焦摄影机，因为我希望你们是看得到老师的，所以最后就会很麻烦。所以我想说下周先试一次啊，如果真的不行，可能我们就要再做调整这样，但我还是希望就是唉，要么就全远距，要么就全实体会比较方便。但 anyway， 反正我们就是跟着学校滚动式调整，没有问题吧？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好不好 ？OK 吧？我记得你们刚刚都说 OK。好啊，那你们今天就早点去吃饭，然后我们下周就会开始正式上课喽。所以下周不管该去学校的，该在线上的，都要准时出席。然后下周就不会提早放人喽。然后回家可以有已经有课本可以先预习的，你就把 chapter number one file one 的部分稍微浏览过去啦，看不懂没关系，我下一周都会仔细的讲过，但是就稍微先浏览过去吼，然后没有浏览也没关系啦，反正我也知道会预习的同学也不多，但如果你希望上课不要太困惑，可能跟老师讲什么你都听得懂，不要是回家复习才懂的话，那你可能可以先做一些预习，对你会有一些帮助。好，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没有问题的同学就可以先下线，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留下来问我，我会再等五分钟，如果确认你没问题。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linguistics 它需要 speaking 的部分吗？什么意思 ？linguistic 需要 speaking， 就是需要你去讲一些发音的部分吗？应该说 linguistics 它是一个学门，它下面有很多分支，它讨论的其实是语言的结构，所以它讨论的是，应该说 linguistics 它是一门有关于语言的知识，所以它讨论的是语言本身。那语言下面，如果我们在 focus 在它的结构上面，它自然而然就会从声音的结构、智慧的结构、句子的结构开始讨论。对，因为我有点担心，就是说需要做互动这部分，因为我是第三周的分流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如果是第三周那就是放假，因为我会很担心，就是说如果都是线上的课程的话，就是没实体的课程会也比较没有学习的效果这样子，所以你会希望会实体。我觉得你先下周是第二周对不对？对，所以第二周你会分流的嘛，对不对？嗯，没关系啊，你下周分流的先上一下，然后如果真的问题很大的话，那我们再做讨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至少我们在开学的前几周还不会上到声音的部分，我们上到的比较是基本概念的部分，所以还好。然后我们就目前可以先等一下啦，或许等到我们开始上声音的部分的时候，也许就开始回归到实体，或者是实体的条件放宽一点，然后那时候教室可以容纳的人数可能就可以多一点，这样好不好？ Okay， 那反正下周先试着一下。好，谢老师。好，其他同学没有问题的可以先离开，有问题的可以留下来，我会再等五分钟。好、哦。